那我们这样，我们就直接开始啊。第一轮要进攻的是林一和程磊，要防守的是浩存和瑞瑞。有请。你练一下，你练一下。我练这个。盾也得拿，弟弟。盾也得拿。是这个，你为什么练的是这个？ 对，算了，你对我有信心。你试试这只手呢？你试试这只手呢？对，这只手呢？对啊，你手长啊，没关系。好，现在我们要准备石头剪刀布赢的人先攻。石头剪刀布，加油啊！好，凌云先攻。好，开始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过。哦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过。哦。看这边。 这个好厉害，挡也挡了，坡也坡到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挡也挡了？还是呢？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现在是程磊记一分，好，林一继续进攻。开始吗？开始，开始，加油！三一看这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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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波波波，三一看这边，波波波。 你在干嘛？我没找你。泽林，有没有刚才这一段发生了卡顿？对，好卡，好卡，因为他们每玩一局，浩存都会拿一个东西。三一看这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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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波波波。哎呀，浩存泼那一下，我以为他被电击了。<笑> 好，可以的，现在双方平局1比1平，然后程磊进攻。OK，来，做好准备啊！好，三二一，看这边！三一看这边，三二一看这边，三二一看这边，看这边，漂亮！哇，看这边，漂亮！哇，看这边，哇，这一把中了。 有可能是输了的苦涩吧，可能是我的泪水，可能是你的泪水，有可能。2比1，现在林一进攻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漂亮！漂亮！看这边。漂亮！好嘞，看这边。漂亮！哦哟！ 漂亮，终于破重了。为什么？我怎么老是？我们瑞瑞可能主打的还是进攻。浩存的速度上来了，朋友们。对对对对对。下次如果水泼我，你也不用举了，你直接。对不起，哥哥。好吗？好吗？不用去做这个手势。浩存已经算慢的了，瑞瑞更慢。2平啊，2平。2平，2平，来，现在程磊进攻。程磊进攻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三一，看这边。三一，看这边。 三一看这边，进攻！瑞瑞刚才心里有一句话，来都来了，总得意思意思。你刚才那一下很烦人呢，那一下真的很烦人，以为这集播完了，后面还有一股劲儿。好，但不管怎么样，程磊拿回一分，现在场上比分3比2。 现在林一进攻，程磊领先。三二一，看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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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慢了，慢了，慢了！已经是最快的，已经是最快的了，最快，真的很快了。但是还是他们积一分，现在是4比2。现在4比2，马上就赢了，马上就赢了。但是林一抓住这个赛点就有机会，现在是林一进攻。三二一，看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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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好像看了四次左边零一。对对对。没事没事没事。
好，这一把呢，我们接下来要进攻的是涛涛和智胜，负责守护的是贺润和弟弟，开不开心？弟弟最爱泼了。我攻击他，你攻击不？你们俩是那个，对，你坐外边来。导演，把这个水加满。弟弟泼涛哥没压力吧？不是，涛哥，我先跟你背一下，他的这个反应真的特别快。没有。来来来，好来啊！首先石头剪刀布，赢的人先攻。石头剪刀布。好，黄子韬先攻。好，来，三二一，看这边。哥，看这边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摸他，对，懂了，是这样，不是哥，三二一，看这边啊。什么哥？哥，好，现在智胜输一分，现在智胜进攻，来，我不会再输了。三二一，看这边啊。首先伸出来，智胜，你不会再输了，你首先出来，加油，智胜。说话呀！我们有五分呢，快点，行不行？人家在酝酿期，疼死了都要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三二一，看这边。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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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你也太快了，我错了，哥。贺润，你道歉错了人，你要跟智胜哥哥道歉，你不该泼他，他赢了。你们输了，你要拿盾牌防守。我没泼。你没泼，那他脸上的水哪来的？真的，贺润，我都没来得及高兴，一杯凉水就泼过来了。好，黄子韬进攻。OK， 三二一，看这边，看这边，好，好嘞，好，涛涛再进一分，再进一分，智胜进攻，三二一，看这边，三二一，看这边，三二一，看这边。三二一，看这边，哇，弟弟泼的太帅了，小丁是真快。我都已经。为什么我一马上就会被泼？但是徐志胜，你能不能三二一看这边的时候，不要像呼人巴掌一样呢？他真的，他很赖皮，他总是玩延迟这一套，你知道吗？我反应慢。完蛋，我这把让你一把都赢不了。吓死我了。